一招画梅花组合的诀窍，那就是位置要错开，把侧面梅花想象成一只小碗，两只小碗相背，位置要上下错开，两朵画法一样的梅花，为了避免左右对称，画的时候要上下错开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前面有一个小碗，枝干后方还有一个圆，象征背面花，那还是先画前面一朵花，穿过枝干，后方补上背面花，点上对应的花托，两种背对背的组合形式都需要上下错开。关注我，从零教你中国画。